王亚芳，想袂到你嘛礼拜啊！哈哈哈！既然你嘛有这工哦，你莫欢喜了，想早，我是为着我的亲生爸爸专工而来，我要甲你赶出去祖家，甲所有我一切拢摕倒转来。你知影亲像啊？你是去吃瓜苗工？等你起来哦，不能受罪大汉。 莫孝顺讲有一天哦，你本就是孙子，既然你家己找上门，那安尼我只好成全你。我哩会记，所有的千金只有我。哼，好啊，那安尼我即摆就替你洗面，互你较清楚面对现实。该我了，不懂得学做事。 过来哦！我警告，我就是给你处理完了哦，我就去处理你的后事。然后是你的爸爸妈妈，规家伙拢笨死，到时阵家己送去笨死掉，全部拢烧掉。我就看你是不是有命做这种代志。啊！你！啊！我不！啊！你！啊！ 安怎？你要做嘛？我想出去把你的乌心肝洗较清气，较免你一干干的想较害人。我放，我放，我放，我放！是吧？我来收吧。妈，你今摆是。 到几点啊？当拢要歇困啊！啊，那你家己出门哦，跟我什么关系啊？我承认哦。你叫小姐好嘛？你是新来的，新来是有关怎？李雄哦，我比你更雄啊！你冲起来！啊！ 你要创啥？你别过来哦！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是看到我，到时我就大声话，预警伊就会听到下礼拜哦。到时哦，我就让恁两个来，至少我快点拢来。哈，啊，唔就惊诶！到时我让你讲。 最后，皆因为亚芳的代志，毁掉我就要到手的荣华富贵。 要创啥？搁较好要紧的，刚刚大细声，我才想要问你嘞哈，你这臭鼠啦！你做违法手术叫我们脏掉，应该有关的，应该啦，应该罚钱的罚钱啦，谁人敢做的，谁人罚钱的？我是要选刘伟的，我刘伟也无选掉，啊啦，你要陪我？我告王凤仪，就是你啊，我做的，我就是讲尔。啊对，拢是我。 那照你安尼讲，你唔着乖，敢若亲像阮细汉时的阿里，叫你往东就往东，往西就往西哦。迄个时阵，我敢有法度唔听你的话啊？哦好啊，既然遮尔听话，那安尼即马伫咧遮死我个，要死你家去死啦！
我即马心情就歹，你莫撩我。要紧嘞，骨架所在哦。哎、欸，动这手术是对你家己的利益较好哦。你莫讲啊遮水亏啦，讲啊袂错拢是我的问题。怀疑这件代志，即马是大家做伙担啦。迄个时阵是你甲我按棍仔地嘞，逼我去做的呢。啊，即马出代志啊，讲爱我一个人去死哦，无可能啦。我一个好啊选举哦，即马真有可能因为你甲我拖落水，我就会失去立委这个位置。我拢还袂找你算账啊，你搁怎样畅销？我绝对无可能让你好过。我本来是办喜事啊，即马不干嘞，我跟你火大，你过来抓我，是要小学生？来啊，上加上！靠啊！来啊！要紧啊你！来了哈！啊！阿克，你好专业办事，以后要等你看。找你来啊！今日啊！来啊！有电啊！刚困啊！出啥？哦，没困了，没困了，没。建明起码伫咧看守所内底，一定足艰苦诶！我拜托你，你赶紧想一个办法，先甲伊报出来，再搁请一个厉害律师替伊拍官司。若无建明真正有可能会去用判刑呢？袂用诶啦！社会有道德，国家有法律，犯罪就是爱受到法律诶制裁啦，万象拢无效啦。爸，你敢真正无要甲我斗三工？我已经。最好你妈给你寄啊，建明啊！你爱爸做的爸拢已经做到够啊！今嘛，按我你做红看。我有啊，建明是孤囝，因爸爸妈妈上重视的就是建明的未来啊。卡苏我会当让建明无罪释放，那恁因就会足感激我，嘛会较愿意原谅我。恁若是希望因赶紧原谅我，唔就应该甲我斗三工。彤彤，所有的代志有前有后。袂当拢人做伙讲的呢，你安尼毋是回事嘞，你安尼是去甲因爸爸妈妈讲条件，回事嘞甲讲条件，敢是同款嘞？我用我的方式求因原谅，敢有啥唔对？是安怎一定要叫恁的？恁若是想要趁这个机会拆散我甲建明，就直接讲就好啊，无需要咧折磨我。无人咧折磨你，你无爱学好，才是对阮上大的折磨。看你踮咧婚礼上闹出遐尼见笑的代志，我就足后悔。到底我甲恁爸爸甲你顾甲水水是为着啥？男的拢免顾啊！恁若是无想要救建明，心脏病药我嘛无要吃。天公伯若是要甲我收，反正恁真紧就唔免阁照顾，我嘛袂阁予你失望啊！你真正足超乖呢！我哪是超乖，伊咧教你。你说一届搁一届，用你家己身体的健康来威胁我，我是生你出来要搞我认爹哟？那么我是要安怎嘛？建明是我的先生，我袂当嘛就见面看伊，去啥物吃饭啊？建明是啥物人拢同款，伊应该面对的伊就袂当闪避。你若是嫌辛苦，花地还袂登记啊，归去煞煞去啊，这个婚姻卖滴嘛好，因为我嘛无认为讲建明会当让你幸福。心妹，今晚突然就要失去控制啊！卖阁用我个刺激啦！我知影想做卖安尼啊，就因为王亚婷关骨髓乎你，你为着要替王亚婷出头，你要超工为难我甲建明对无？真正是真妹不无，阁颠倒是非呢！我已经给你机会，你搁不爱帮啊！我来协助你，怎好走起？
妈，你这句话意思是要切断跟我母仔囝的关系，是？当初母仔囝的关系，这种话我讲不出嘴。要唔跟我交代你的代志，你无一项听的入心，佮差不多就威胁你爸爸。做你的爸爸妈妈，真正让人足菜心的，你敢知？你替人出气，替人对付我，我唔才对你感觉菜心。这个我无得佫躲落去啊！我要离开这。啊，彤彤啊，彤彤，莫将代志愈误愈害啦！这边哪会当怪我？阿龙已经安尼讲啊，伊拢已经讲我为切心啊，就算伊要甲我闹掉的，我嘛无愿意搁闹掉这个厝啊！随他一起啦！彤彤，彤彤，救救好家！彤彤，你真醒了。用囡仔人家用这款态度在投票的代志，你即马要做人的妈妈，唔通过安尼。我要做妈妈，我有这名囡仔，爸，那安尼你搁较爱叫这名，囡仔的爸爸袂当是罪犯。这是什么罪孽啦？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啦？妈，我已经拢有见面的囡仔，你又莫阁去嫌见面啊，好不好？没啦没啦，哦，你妈妈只是短时间无多接受。心妹啊，啊，彤彤即摆有心啊呢，咱嘛是爱以伊的身体为主啦。你是不是当小考虑的，卖处罚伊处罚较遮尔严重，阁还一个机会啦。哎呀，唔敢走起来，惊骗就先假。我是希望讲你会当较柔软的，唔通去破坏咱一家伙仔的感情啦。啊，就我代志吼，掂着就好，啥物件听有啦。我无资格原谅伊，因为去互伤害的人不是我，是建明的爸爸妈妈。这件代志若是要收煞，爱因肯原谅才有效。啊，进前因肯原谅，是因为彤彤确实是较过分，而且咱嘛拢无替彤彤咧讲话啊，所以对方因的这款态度当然是的，啊，过即马无共款啊。彤彤伊有新的消息，因若是知影，可能这态度会转变啊。是啦。妈，卡苏建明会当出来，我就够卡有把握，建明爸爸妈妈会当原谅我，你就支持我嘛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你啦。好啦好啦，我答应你啦。陈安，阿婆，你想办法把建明抱出来。多谢妈，莫怀疑个伤早啦。建明若出来，你就甲建明哦，回去因家住三个月。因爸爸妈妈若是肯原谅你，这件代志就煞煞去；啊，若是唔肯原谅，你就甲伊离婚，囡仔生落来，咱家己娶。你讲无？妈，敢干那这条路会当算尔？好啦，把你妈妈已经做到上大的让步啊。建明那边哦，我会想办法甲救。阿弟呀。好好啊，反省，知影无？啊，佮有建明哦，伊都爱去做义诊，上歹做一年以上，还好好赎罪。